喂，大哥你好，看跳舞不？啥舞啊？民族舞。多少钱？500。那么贵？不穿衣服的那种哟。你不穿衣服，我怎么知道你哪个民族？喂，你孩子在我手上，限定5分钟之内，马上把100万打到我账上，否则我就撕票。你别激动，我想听一下我儿子的声音。舅啊！不像啊，叫声爸来听。爸。哎，乖儿子。喂，你好，我是医院的医生，你女朋友被车撞了，急需手术费1000块。不会吧，在哪个医院？我过来看一下。不是，现在情况紧急，你先打钱。不是，你不让我过来看一下，我怎么知道我女朋友长什么样子？你女朋友长什么样子你不知道吗？不是，你们医院怎么那么贵呢？打个气要那么多钱？打个气要那么多钱？对。喂，你好，本人嫁给一个富商，由于丈夫无法生育，现重金求子。如果你能帮我实现这个愿望，我将给你100万的报酬。妈。对。喂，你好，我是银行的账户人员，经核实，昨天你的信用卡在国外消费了100万，请问是你本人吗？嗯，是我，怎么了？就吹吧你。对。喂，你好，我是妈妈去哪儿节目组的，你是我们抽到的一名幸运观众。现在可以获得一辆20万的轿车，仅需3000块钱的运费就可以拿到手。哦，我不要了，你帮我捐给爸爸去拿了吧。对。喂，你好，我是解国，我并没有死，我在西安有1亿吨黄金，现在需要1000块钱解除封印，你打给我，我出来分你100。实不相瞒，其实我是灭霸，我没有死，你能借我500块钱升级一下我的手套，等我回去灭爆复仇者联盟，我把地球送给你管。哎呦我的妈！